看过天安门，红墙碧瓦，巍峨的象征。烟火绽放时，心中已沸腾，眼眶也慢慢湿润。多年后，再次驻足望着天安门，岁月仍然一张大成人，学会了感恩，找回了童真。原汤化原食，哎呦，慢点儿，把钱收起来，不收你的钱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吃了两碗面，喝了碗汤，都占您便宜了。我走了。哎，钱拿上。哎，程高兴，你给我回去。我来要钱，都能把钱要回去啊！要什么钱啊？洪亮，这怎么了？奶奶，这是一盲流，跟我回松林。我不是，走，我不是，快！哎呦，这盲流，这不像啊！这咱们辖区的五保户和军烈属的名单，你得熟悉啊。张总，找着了。哪儿找着的？萨大家饭馆。程高兴，知道错吗？我没错。你跳车逃跑还没错。我是去找我老师的。程高兴，你中途跳车逃跑，不服从管教，这就是错。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为啥不能来？这道理我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今天还住这儿，明天接着送。啊，走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？我不找人要钱去的，什么钱啊？赶紧的，反正你咋不讲道理啊？快点儿！这哭什么呀？为啥不能哭？你们咋这么不讲理呀？我钱都没500块钱，我上哪挣500块钱去？我老师还没找到，我咋回家吧？哎，行行行行行，钱我还你行了吧？那女的咋样了？管你什么事儿啊？管我自己，回去。哎哎，警察同志，他啥时候还我钱啊？警察同志，哎，你别说，警察同志，你把我本事他咋还我钱吧？哎。我钱没了，我钱没，500块没了。哎呦，奶奶的宝贝孙女儿，着凉了。奶奶，感冒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发烧吗？哎呀，也不发烧。哎，快给我妈，快给我！你看这馋的样儿，奶奶心疼你，让我给买的。来来，围上点，不许弄到床上。哦，围上，围上，围上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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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好好，这样好，吃吧。哎呀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妈，我晚上吃炸酱面啊。哎呦，奶奶给你做，做正宗的。哎呦，说呢，现在找一个做炸酱面的师傅都难。妈，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谁还在乎一碗炸酱面呢？再说了啊。到我们家那小饭馆吃饭呢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，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吃不出来，以吃饱为原则。妈，你可不能再较真了，你再较真我真的我也没辙了。那可不成，我宁愿饭馆不开，
也不能瞎对付。你今儿请来的那个厨师啊，做的那个面呢，什么都不是，可是来了一个外地小子，吃的还挺香，他倒挺高兴。哦，对了，他就叫高兴。啊，奶奶叫高兴。嗯，还姓常，让那个洪亮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怎么了？找他去。找谁呀？常高兴啊！要没他，你们都见不着我了。他说找常高兴，要是没有他，你们就见不着我了，就是我们都见不着他了。见不着谁？萨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走走，说风就是雨，说风就是雨，这孩子。还钱，拿着呀。这啥钱？我替那女的还你的。你又不欠我钱，你干啥还我钱？她是我女朋友，我的钱就是她的钱，她的事是我的事，快拿着。我不拿。女朋友是两口子吗？你俩合法吗？你干啥替她还钱？你不拿是不是？明儿你可就被遣送走了，拿不拿？要不你把她叫来。当着他面给我，他是同意，我就拿，算他欠你的。哎，我见过轴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轴的啊！要不是看在你救他的份上，我才不给你呢。你没事了？没事了。洪亮，找着他怎么不告诉我？我的执行任务没来及跟你说呢，你看。给他医药费，他不要。我自个儿的事儿，我自个儿花钱。张叔啊，您看，他可是我救命恩人，还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，您就别遣返他了。萨萨，他来北京就是来捣乱的，什么活雷锋啊？他可是救了我的命，那医生都说了，要再晚一会儿啊，我就算不死，脑子也坏掉了，没准就成傻子了。常高兴，见义勇为，值得表扬啊！我没想见义勇为。这人出事儿咋能不救？以前我矿上出事中毒的人好多，我都救了。啊，行，是这样。之前啊，你伤了洪亮，今天呢救了萨萨，这两件事啊，功过相抵了。啊，可是你上北京来找老师，你找不着老师，不能每天在街上混着呀。就算你想办个暂住证，这条件是，你得有地方住，还得有工作。他可以先住我家，给我们家饭馆帮忙，手续我来帮他办。萨萨，你我什么我？我这是知恩图报。张叔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今儿我先把他领回去，明天我来找您办手续，成吗？萨萨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？没事啊，我能做主。那成，人你先带回去，明天来补手续。好嘞，洪亮。手续的事儿你来办啊！我，哎，谢谢张叔啊！警察同志，干什么？我行李啥时候给我拿过来？洪亮，放人！哎，干嘛呢你？低个头弯个腰的，你现在可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大英雄，腰杆挺直了。我没想当英雄。你想不想是一回事儿，当不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！哎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李萨萨，李自成的李，英姿飒爽的飒。啊，我叫常高兴。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？常高兴，就你经常高兴啊？我爸给我起的，我生出来时候大胖小子，我爸可高兴了，就叫我常高兴。真逗。行了，昨儿咱们有点误会，就算一笔勾销了，握个手，交个朋友。
走吧。走哪儿去？去我家呀！你救了我，就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我们好好感谢感谢你。啊，不要啊，这真不要。别冒险，坐。小常啊，小常啊，多亏了你，萨萨才没出什么大事。古人云：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这救命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来，我备下薄酒，以表寸心，让我们举杯。来，饮掉。我不会喝酒。嗯，叔叔，您说的我都听不懂。这不懂。李新桥啊，你别一见生人就轻拽好不好？你说点人话，小唐都听不懂。我爸呀，就是生不逢时，这要搁古代，我爸绝对是个大文人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，外加一个李新桥。笑谈，笑谈。萨萨，你讲点规矩，别跟你爸没大没小的。高兴啊，这杯酒你一定得喝。来来来，喝。我真不会喝酒。有什么不会喝的嘛？直接往嘴里倒啊！我陪你。哎，女孩子别喝酒。哎呦，女孩子就怎么不能喝酒了？就让她喝这一杯，就算是答谢这个高兴的救命之恩。来，好吧，喝，就这一杯啊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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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谢谢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哎，怎么了？味道如何呀？太辣了。妈，爸，奶奶，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。常高兴这次来北京呢，是来找老师的。我就想着，在他没找着之前，能不能先住咱们家，给咱们家饭馆搭个下手。啊，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呢？还是通知我们呢？我们家饭馆连个厨子都没有，我们还需要打下手呢。妈，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帮他办暂住证。行，我看行，帮人帮到底嘛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现在下榻何处啊？叔叔，啥叫下榻？爸，得了，您就别跟他拽词儿了，那简直是对牛弹琴，我还得帮您翻译。我爸问你住哪儿？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哪儿。要不然，那个孩子，这500块钱就是你帮那个萨萨垫付的那治疗费，我还给你啊。阿姨，等一下。那天我一共花了499.5块，找您5毛，这个我就收下来了。哎呦，你还找什么呀？我这条命都是你捡回来的，我们得谢谢你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你给太少了，可丁可卯就给。哎呀，这个可不敢多拿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哎，这个也就被我碰上了，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。再说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救命之类的，我没那么大的那个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磨叽了啊。要不这么着吧，就让他住这屋，咱家不是有行军床吗？可以吗？我刚给借出去。怎么？就那隔壁老刘家，他们家他舅舅说来了，人没地儿住，我就给借给他了。要回来我去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找地方就行，真别麻烦你们了。你住哪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胡同东头吧，新开了一个旅店，哎，便宜，一夜就10块钱。一会儿我带你过去啊。10块钱？啊，这么贵？我住不起啊，姨，我还是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。你能找哪儿啊？睡大街上、桥洞底下？这要被警察发现，一准把你当盲流给赶出去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妈，让他住我屋，我住奶奶屋。那可不行，你睡觉四仰八叉的，奶奶这么大岁数，你搅得她睡不好觉呢，身体不好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要不这么的吧。一会儿啊，我过去，我给你押上100块钱啊。你先住10天，等你办完事儿完了，咱们再说呗。不用，阿姨，真的太麻烦了。奶奶、叔叔、阿姨，太谢谢你们了，也给你们添麻烦。你们能请我吃饭，我就很感谢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坐下。明天还得给你办暂住证呢。哎，这样吧，就让高兴住在咱们的饭馆里，过去那些小工都住在桌子上嘛。你看行吗？
可行。行吗？住桌子上有什么不行的呀？行，我觉得行。磨叽死了这个闷葫芦，等会吃吧。这碗都凉了，都吃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吃吧。来，渣子，渣子，来，快吃，吃吧。吃吃吃鱼。我自己。那就一边待着去。我是主人，你是客人，哪有让客人动手的理儿啊？哎，行了。这几天就先这么凑合着吧，之后再说。哎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你救了我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就算你没救我，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，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局气啊。啥叫局气？老北京话呀，就是仗义讲理。要北京人都像你这么讲理就好了。说什么呢？我们北京人怎么不讲理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北京规矩太多了，我不是很懂。行啊，还真安营扎寨了啊，准备在沙家浜长期住下去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呦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个整个一条咸带鱼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们矿上公用的。我说常高兴，你一年洗一回澡吧你？我每天都洗澡。行了，你别挤兑人家了。我回家给他拿上被子去，这被子不能要了，太熏了。这要是放一鸭蛋进去，明儿打开准保成咸鸭蛋了。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管住你那双手，别什么地方都跑。你啥意思？咋把我说成贼了呢？我不住了，行吧？哎哎，得住，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。洪亮，你别跟人掺和了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边待着去。不是。我就提醒提醒他，提醒也轮不到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常高兴救了我，就是我的恩人。你要是觉得别扭，咱们就拜拜了您。哎，常高兴，你在这等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没味儿了，你至于吗？为了一外地人跟我刀兵相见的，别跟着我，烦不烦呀？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常高兴是你救命恩人，那也就是我救命恩人。你要是不活了，那我也没法活了。那我就把他当菩萨供着呗，这总行吗？这还说得像句人话。哎，那天被他撞完以后，我觉得我鼻子歪了。你不是说我鼻子长得像阿兰德龙吗？你说我歪了，还德龙得了吗？你快看看，是不是歪了？王爷，别闹嘛，吓唬我。洪亮。妈，干什么呢？我跟萨萨聊天呢。回家。妈，我还有事儿。回家。我先走了。笑什么笑？这脸都没了，怎么找啊？你千里迢迢来找他，他对你这么重要啊？非常重要。要不是因为老师来支教，我们都没学上。老师以前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北京，讲天安门，还讲毛主席。小时候妈妈带我看过天安门，红墙碧瓦巍峨的象征，烟火绽放时心中已沸腾，眼眶也慢慢湿润。多年后再次驻足望着天安门，岁月仍然已长大成人，学会了感恩，找回了童真，想起了远去。学习，来北京找我。好好学习。所以说你是喜欢上你们老师了。我。
老师就像我们窑洞里面的油灯，那天一黑了，不管多黑，一点上就亮堂，满屋子亮堂，就我心里也可亮堂了。什么油灯啊？你这比喻也太老土了。那就像山里的萤火虫也亮堂。行了行了啊，你这又是灯又是虫子的，啊，我明白了，他不是在那个北京师范学院吗？啊，我以后去打听打听，看看他分到哪儿了，没问题的，肯定能找着。哎，谢谢你，真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一惊一乍的，赶快睡吧，明天还要去拍照照相呢，办那个暂住证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等一下。都是我们老家特产，核桃还有枣，你拿着。不用了，还是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北京人真好。上学去，我今儿不去上学了，去办点事儿。哎，听说你前两天煤气中毒了，被一个外地男的给抱去的医院，这事儿传这么快啊，都奔走相告了。啊，我今天不去上学了，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啊。嗯，你不去多没劲啊。哎，我得办点急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跟你一块去吧。暂住证，你们家亲戚来了？啊，不是，就是前几天救我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人，帮他办的。真的？那个活伦峰在哪儿呢？我也想见见。我正要去饭馆找他呢。走，跟你一块去。你会武术啊？会啊，我每天早上都练一会儿。怪不得洪亮都没碰着你。对了，这个是我姐们朱小雪，赶快吃早饭啊！站会儿，八点开门。嗯。嘿，你好。给你拿的新被子为什么不盖啊？睡不着啊，睡湿了多舒服啊。多味儿啊！你们男人都脏，跟我哥似的，脚都懒得洗。谁说的？我干净呢，我洗脚用的肥皂洗。再说那被子不是我的，是我办公室姑娘的。哎，你会武术，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你？少。我小时候有练过功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为了学京剧啊。那个时候王姨天天逼着我在后海边上吊嗓子练功，练了好一阵儿呢。你那是花拳绣腿，人家是真功夫。哎，我说你就别走了，留在这儿，万一有人欺负我了，我就来找你啊。有点正经行吗？人家可是来寻找浪漫爱情的，不是来给你当保镖的。真的？谁呀？马老师。哦，师生恋呐，好浪漫呀，挺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。哎，哪一部来着？嗯，在水一方。嗯，心有千千，也不对，是船。哎，行了，朱小姐，能不犯花痴了吗？啊，琼瑶不错呀。啊，反正不是你们家煤窑。朱小雪、李三三，你哥和你哥打起来了，快出人命了！怎么又打起来了？快去看看。哎，你跟着一起来。起来！干什么呢？骗我！啊！你今天要不你就把碗还给我，要不你把钱给我。你要没钱，我找你们家人要去。放屁！我还怀疑跟你老板串通，你扣我钱呢。
你干什么呀？哎！你坐着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陈兰，给我别打了！你别动！我他妈跟你玩一玩！哎呀，好好说。你爱怎么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没拿你钱。你们俩吵什么呀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啊？你完蛋！谁问得着我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行了行了，跟你没关系。别打了！不准打了！警察来了！警察！警察！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没事闲着打架玩呢？没事，我们这闹着玩呢。啊，对，刚才我俩掰手腕，他输了有点急。闹着玩？闹着玩成这样了？我们这过家家呢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，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师傅，师傅，这事我处理，您先忙去吧。李劲松，冯新春，别闹啊！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呢。洪亮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哎，我有点事情要去做。好嘞，您去吧。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好的时候两个人像一个人，打起来像两条狗。谁跟他好，我不跟他。就跟我爱跟他好，我爱跟你好、啊。行了，行了，二位都是我哥，行了吧？散了，把你哥带走。小雪，把你哥带家去。别别别别别别！我可没有人朱小雪这样的妹妹，他妈也没生过我。朱小雪，把我这衣服回家给我缝上。这事儿不许告我爸，多一句嘴我他妈抽你。你抽谁呀、啊？你动他一试试。我说朱小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管着吗？啊，就管了，怎么了？你们俩管着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走！妈，给我滚！滚！你这臭家伙呀！滚！放开他！站住！欺负小雪！小美人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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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哥，什么真男家吧？你又倒卖古董啊？一定能想出来，放屁！李静书，我他妈跟你没完！干什么？有本事别锁门！这，我爱飞行天安门，茄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哥，你们认识啊？何止认识啊，我还给他照过相呢。大哥人可好了，都没收我钱。哟，这是我哥能做出来的事儿吗？我跟你说，萨萨，我还真没要他钱，但是啊，他拿伤口跟我抵了。哎，哥，昨儿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。行啊，傻小子，有点见义勇为、学雷锋的样子。晚上我请你吃饭啊，吃什么随便挑。你别说，你手腕还挺有劲儿啊，刚才给我攥的还挺疼。他会武术，像李连杰。他会武术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？我会了20多年武术了，我也没见你这么高兴。哎，行行行行，哥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收拾收拾，赶紧去天安门照相赚钱去，啊！那我得去天安门沾点活去。嗯，晚上，啊！哎，李劲松，这真是。三子，你哥是不是倒卖文物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哥的事儿我不清楚，我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。走吧，咱们拍照去吧。我不去了，我还得回家缝衣服呢。小雪，我告诉你，你甭怕缝鼻子。再敢欺负你，我抽他的！算了吧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哎，你行啊，程高兴，有两下子还会武术呢。傻小子会武术，谁也拦不住。哎，算了，晚上看电影去。我不去，我还得办事儿。走。你办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办点事儿。哎，往右点儿，笑一笑。让你笑不是让你脸抖。拍照又不是上刑场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哎，师傅随便拍一张吧，有个人影知道是他就行了。好，看这儿，笑一笑。别自恋了，看够了没？看够了带你找老师去了啊。上车呀。上车。不好吧？我是男的。别废话，磨磨唧唧，上车上车上车。
哎，我有暂住证了。学生档案不能随便查的，你们也没拿介绍信，不能给你们杨红兵现在的地址。老师，我们找的真的有急事，您就破次例嘛。规定就是规定，不能查。我们这是特殊情况。什么特殊情况？常高兴，你先出去。嗯，出去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情况是这样的，刚才出去的那个人叫常高兴，他是陕西来的，他得了绝症。怎么样了？拿到地址了？就没有本姑娘办不成的事儿。太厉害了，还是你们北京人，北京人好说话。你咋做到的？说你快死了，想见老师最后一面。啥？说我快死了？你咋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哎，管他呢，地址拿到不就行了吗？怎么着？我不管，反正我身体好着呢，好几年也死不了。反正地址拿到了，你去还是不去？我不去，我得跟人说清楚去。行，那你就回去找老师去，说我是骗子，你是好人，行了吧？真是。哎，老师，对不起。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。难得你对你的老师这么好，我很感动。我没病。小伙子，咱有病咱得去治啊。老师，我真的没病，我活得可好了。是李萨萨，她好心想帮我才这么说的。我对不起老师，我来跟您道歉，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，我真的没病。我错了，我骗了您。小伙子，诚实是美德，你能来承认错误，说明你还是个好学生，杨红兵也没白白的教育你。去吧，去找他吧，他见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就要高兴。嗯，去吧。啊，你没走啊？怎么着，你还真去找老师那儿去出卖我了？我没出卖你，骗人就是不对的，我也没快死了，我还怕死？你怎么那么迷信呀？我说你死，你就真能死啊？有哪个人是被说死的？我还想活一百岁呢。不麻烦你了，我自己去找就完了。哎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哎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还懒得伺候你。你们都别劝我了，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，如果没有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杨天荣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你为了和一个外地人结婚，你就这样寻死觅活的有意思吗？你不觉得丢人呐？蓉蓉，你可千万别冲动。他是在吓唬我们，他在吓唬我们。他是你女儿，万一呢？真的，我不单单给你丢人现眼。你说的。妈，高兴，我真跳了！高兴，你干嘛呀？常高兴！哎，杨老师不能跳！
你走到哪儿你就惹祸到哪儿，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你老师从楼上推下来，啊，下面得亏有垫子，没垫子那就出人命了，你就是杀人犯了你。起来，有人道歉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想救老师，我没想到。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，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不对。我，你什么你呀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哎，本来以为你们师生见面会热泪盈眶、互诉衷肠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？起来，你起来。是常高兴吧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刚出现的时候，吓了我一跳。没事的，你也是为了救我，是好心，老师不怪你。哎，我的大姐啊，你也真行，你真敢跳楼啊！我是真没想跳，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们认识啊？啊，以前他是你的老师，现在呢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好姐们儿，我大姐。你说这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，这傻小子找的居然是你。那太好了，老师，我们俩都是您的学生，你有任何要求和吩咐告诉我们就行，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帮你去。小点声，你刚才你脸都吓绿了。嗯，大姐，现在事儿弄成这样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不用你们上刀山下油锅，就帮我办一件事儿。我给我男朋友写封信，你们两个帮我给他送过去。行。亮子，嗯，放心，萨萨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嗯，我就不放心他和一外地人在一块儿，那常高兴不是什么善茬，小心眼了不是？那常高兴救了萨萨，萨萨帮他找老师，这不是报恩吗？啊，很正常，别小心眼啊。您说这事儿怎么没让我遇上啊？下次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，我一定第一个去。呸！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这话好像是特别希望萨萨再中一次煤气。这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是我救了萨萨，那他不就更喜欢我了？亮子，你对萨萨那个好啊，阿姨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了啊。就陈阿姨特喜欢你，我要把萨萨交到你手里，我可放心了。可是你那个妈。哎呀，你那妈死活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。陈姨，其实我妈从小就特喜欢萨萨，还想把她培养成接班人呢。是啊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爸的事儿，我妈跟您不对付。您放心，我发誓，我只娶萨萨一个人。真的？我这辈子只爱李萨萨一个人，要是有二心，天打雷劈！呦呦呦，孩子，不用你发毒誓。阿姨相信你，真的相信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走吧。怎么有什么事儿？我再跟您说一声，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那我得看什么事儿。今儿早上，大哥和冯鼻子打了一架，听说他们在倒卖文物。啊！嘘。真的呀？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孩子怎么干这事儿呢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您好好说说大哥，这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是违法的。哎呀，你说这孩子，我正事儿什么他也学不会，这歪门邪道一看他就懂。我跟他说，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大哥知道了，非抽我不可。我不说，我不说，你说。哎，这事儿我得跟他说呀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走走走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陈鹏，
他们找你。陈鹏，我们受杨静茹老师的委托，给你送封信。常高兴，信。嗯。哎，我去，就放这儿呢。肯定是掉在路上了，赶紧去找一找呀！放哪儿去了？给你。你怎么骗他了？他气我，我得好好治治他。好好看看吧，杨老师为了你可都跳楼了。跳楼？他没事吧？倒是没什么大事儿，崴了脚，断了一根肋骨。我告诉你啊，陈鹏，杨静茹是我老师，也是我大姐，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她为了跟你结婚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要不是警察下面铺了气垫子，她现在就在黄泉路上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么痴情的女人，你要是敢对她不起，我饶不了你，听清楚没有？清楚了。那你怎么着？你要不要给我老师带点什么东西，或者回封信？哦，不用了。我去看他，我去看他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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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找没找着？没找到啊！那杨老师肯定得说我，走走走，写一封。行了，陈鹏已经看过了。啊？啊什么？我就是要好好治治你，知道吗？谁让你刚才跟我抢着打印的钱，不小心把信给弄掉了，就你这种马大哈，干什么事儿能靠谱啊？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，咱俩就白跑了，知道吗？你咋骗我呢？我找好久呢。活该！早点回去吧，晚点回医院不好。师傅，这是你们叫程鹏订的火车票，麻烦您交给他。行，我一会儿就给他。谢了。啊。哎，师傅。陈鹏买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呀？哎，那我看看，江西南昌啊。啊，那个，我们帮你送上去吧，我们跟他熟着呢，省着您老再跑一趟了。行，你知道哪个房间吗？好像是。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，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，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，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。有朋自远方来，先摆上一桌，这叫接风。您要是真够意思，这杯可得喝干净，有理有面，这可是咱的一贯作风。说这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，其实就是助兴，手头再紧也不会当着外人面哭穷，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是搁谁都行。不打不成交，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，甭来虚的，要来就来实打实的交情。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问一声吃了吗？您说两句客气话，紧接着回见了您内大杂院里吃百家饭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开玩笑的指腹为婚，居然弄假成真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不紧不慢的日子，酸甜苦辣，家家有本经，再难也念着。如今楼道里还摆着当年的自行车，谁也没有忘了曾经走过的那份快乐。忙着学习挣钱，数着盼着疯狂的周末，后海工体三里屯想喝一杯可没座，西单动物园五道口买衣服的太多，打麻将打台球 KTV 来首主打歌，要不带您家那位看电影玩回浪漫，捎带手找个清静的地儿来个烛光晚餐，实在不想动换的那咱就家里窝着，冲个热水澡，睡到自然醒也值了。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，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，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，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，挨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，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，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，这就是我的家，名字叫北京。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，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，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，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，他一日三餐窝头咸菜就着大碗茶，几句老的歌词勾勒出如今的变化，可北京就是北京，这里是我的家。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，哭过笑过的地地方叫北京，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，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，挨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，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，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。